师，终于开学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老师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，如虎添翼，生龙活虎。好，谢谢你们哈，快去上课吧。哎呦，你们班的学生成语说得不错嘛，还知道给老师拜年，真不错。那是，我们班的学生都很喜欢我，不光他们两个，其他同学也会给我拜年的。怎么，你们班的学生没给你拜年？是啊，我们班的学生当然会给我拜年了，他们这么喜欢我，怎么可能不给我拜年？这帮孩子不会不给我拜年吧？要是碰到学生没给我拜年，那岂不是很没面子？还是先走吧。李老师，我先走了哈。同学们，年都快过完了，你们看见我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想说什么就大胆的说出来吧。老师，我的寒假作业差不多写完了。老师，我的也差不多写完了。作业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哈，现在先说说给我拜年的事儿。给我拜年有红包拿，有红包，多大的红包？有。辛苦工作一整年，过年回到解放前，太穷了。有这些红包，这些红包谁拜年词说得好，谁就得到的红包多。想拿红包的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我要开始拍视频喽。祝老师新年天天被表扬，月月拿奖金。这个不错，给你20元红包，谢谢老师。老师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桃子，你这红包要的也太明显了吧，10块钱红包。谢谢老师，祝老师虎年虎虎生威，龙腾虎跃，如虎添翼。小妹说得很好，给你50元红包，谢谢老师。爸，这样就拿50元红包。你说成语我也会呀，我祝老师虎年生龙活虎，虎头虎脑，马马虎虎，狼吞虎咽，虎背熊腰。我说了5个成语，比朱小妹还多2个。大嘴说得不错，下次别说了。奖励我多少钱呀？是不是100呀？奖励你1块钱红包。才1块呀？还有红包吗？你回去把刚才说的成语搞清楚是什么意思，在本子上写10遍，明天交给我。莫名其妙的多了一项作业，这就叫祸从口出吧。太难了。新年祝老师脸上不冒痘，身上不长肉，卡上不缺钱，身后帅哥排了一个脸。这个好，给你100元红包，谢谢老师。你嘴甜，我还没输过谁。拍完了发个朋友圈，李老师应该会看见吧。